快脚步，我们要比易疾风先救出岳元帅，快！有埋伏！前辈啊，小心看路，不要只看人呐。你放心啦，这个倚天行武功高强，留在这里一定碍事。青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突然肚子疼。怎么会好端端的肚子疼啊？青姑娘，不如你不要上路了吧。是啊，让我送你回黑风镇去，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病啊。你们大家都不要跟着我了，我带姑娘回去休息。我们走吧。早不疼晚不疼，要等到上路才疼。